继续是来自最上向的消息，全力抢攻蔡拿祖选票，海区立委参选人林江川以及竞选团队，皆日前到埔主市菜市啊来拜票，也前往最上向领袖市场来展开拜票，一行二十多人沿路热情的发送食用的菜瓜布，前来买菜的爸爸妈妈拢非常的喜爱。林江川一路甲卖菜摊商以及乡亲握手庆祝，诚恳的态度，互袂少乡亲拢比起大伯伯比赞，气势非常的高昂。海区立委参选人林江川全力后赶摊冲刺，由水上乡代表会主席吴培如夫人王宏珠以及妇女会理事陈素丁等十多位妇女干部陪同，前往水上国小校门口发放面纸给学生，向送小朋友上课家长问好致意庆祝，随即转往水上公所边的领袖市场展开拜票。一群人队伍吸引店家以及路人投以注目眼光，一路发送厨房食用的菜瓜布，收到爸爸妈妈的喜。路过乡亲也小声主动说出，因为我们很关心幼儿的一些，不管是安全啊、教育啊各种的方面的问题哈，然后所以阿川哈很早就来学校跟这些小朋友跟家长做互动，然后我们也到菜市场了解这些那个我们一些朋友哈早上很早就很辛勤的工作的状况，然后跟一些那个家庭主妇也好，或者家庭主妇也好，都能在这个地方哈采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然后可以了解说他们之间的互动，也知道说我们这些基层的一些好朋友呢，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林甘川一路甲乡亲摊商握手问好拜票，一个区内甲卖菜阿婆阿伯开讲致意。不少的爸爸妈妈以及排队的大哥大姐，看到林甘川强买阿瑞90度的鞠躬礼，特意恳请拜托，拢非常的欢喜。新闻中台新闻最上乡采访报道。